哎，那个叫什么？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闻一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不知道哎，这是什么？琵琶。啊，是琵琶。琵琶。啊，没有听过。你那个形应该看得出来吧？琵琶。然后在葡萄园下面种琵琶。有葡萄园哎，这算一举两得。这边梅花很多呢，很多，嗯。这一撮最多啊。哦，这一撮好多。等我。这个叫梅花碎唱。
Thank you.